美方费尽心机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玩弄文字游戏，但我想提醒美方的是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，包括美国在内，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步伐。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力量，包括美国在内，能够挽救台独势力失败的命运。 美国违背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，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，明里暗里怂恿支持台独分裂活动，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，不仅将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，最终也将使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。我们正告美方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。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，也是美方做出的承诺。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，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，不得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红线不容践踏。中方有充分的信心、充分的能力、充分的准备。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，坚决挫败一切外部干涉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我们奉劝美方，听一听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，歌中唱道：“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来了，迎接他的有猎枪。”